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魔力优格 Magic Yogurt， 我是柚米。那今天我们要来玩的这款游戏是双子。我们上一次呢玩到，想一下哦，对，我们拿到了玩具房的钥匙跟，还有一个是实验室的钥匙。对，那现在我们就大概就只能朝玩具房跟实验室。但是不知道是在哪里耶。哦，哈哈，其实乱猜也 OK 啦。存在档位，想一下，14好了，14，好，那就开始吧。这是有东西吗？没有。是怎样？怎么那么长？一定要绕那么远的路吗？可是他家真的超有钱的，还摆得下实验室，什么都不做，先不要按吧。也没什么东西了，而且这边过不去，栅门打不开。好，等一下，先回忆记录，先存在14。好，那我们就按看按钮咯。这里的总电源打开了，哇，超亮的，好棒。好，按钮2，栅栏的左门，是进来了。蓝色头发的熊也是蓝色头发对吧？啊，居然，所以其实爸爸也很邪恶。熊也哥哥，睡着了。醒醒，哥哥你还好吗？精灵哥哥，哥哥你又忘记了，我们玩交换身份的游戏，发型衣服从头到脚都换过来了。果然是爸爸的时间让你又忘记了。我想起来了，哥哥想起来的话就好，我第一眼看到那个精灵就不知道，就知道不是本人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哈哈，你们就趁机会再说吧，不要再装了。我很喜欢精灵啊，想要一直保护你的那种。熊野喜欢的不是阿狗为草日吗？我是想要打听你的事情，所以才跟你妹妹比较好而已。我也很喜欢熊野哦，想和你一直在一起的那种喜欢。那个，现在校风景是我的不对，可是该把现况先理解清楚。爸爸呢？哥哥又怎么进来的？我只记得熊野来我们家。然后爸爸知道他是熊野之后，就把你们两个带进实验室。爸爸他看过我的日记，自然无法接受自己的儿子喜欢的是男生。你被误会是我之后，被爸爸关进来，他有对你们做什么吗？什么都没做哟。那爸爸呢？怎么你一个人进来实验室？我到了厨房拿了刀子，我忍无可忍，觉得爸爸一定对你们做了实验，所以他一出实验室我就刺了他。把他推出窗外了，谁知道一不小心被明慧阿姨看到。一个小时之后，我进了他的房间，就把他剁了。他的日记最后也被我撕掉，我实在无法忍受。爸爸跟明慧阿姨把我们家的人都当成有病的人，每天对我和妈妈做实验，还把妈妈软禁，顺手就把这两个不喜欢的人都杀了，把阿姨身体的一部分切下做了料理，想着妈妈好像很久没吃饭了。把阿姨一起分享给妈妈吧，谁知道妈妈一点也不开心，我就带她到浴室里刺了一刀，就把她淹死在浴缸了。精灵哥哥，你阿狗被草日，对不起，熊野对不起，这就是我的真面目，拿着刀子就会疯狂的杀人魔。其实我知道哦，你在美术课拿
拿美工刀的时候眼神就不太一样了，可能因为是小刀吧，所以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。忽然知道被自己喜欢的人观察真害羞。哥哥，你身上带了些什么吗？我们拿了刀子，钥匙圈、刀子、一些纸条、刀子。可是哥哥现在没有发作吗？或许是因为在喜欢的人面前吧。那个你身上带的蓝色的东西，熊野将圣水拿起的瞬间，圣水在熊野手中蒸发，水蒸气布满整个实验室，圣火烧毁万恶，圣水净化万恶。圣水蒸发的水蒸气净化了静明的恶心。我一直以来累积的恨，让我做了很不好的事情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哦，天哪！静明，别害怕，别再自责了，以后有我在。好，这，不要在腐女面前这样啊，我心脏不好哦。居然露出真面目了。啊，所以结局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补结局。好的，恭喜你破了一个结局咯，这里是画廊，收藏着游戏图片及玩家绘图咯，请尽情欣赏吧。好的，作者拉拉，脸书眼影不能拉拉。好的，主要故事情节，拉拉的弟弟是心口传火神，好长。故事改编拉拉，游戏场景指导版比，游戏制作游戏人物制作拉拉。好的，哦，这个是什么？好，等一下，为什么什么东西？可以更换音乐，没关系，这个就好。没有东西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就是，取消。此区为画廊，分为玩家投稿区、游戏图片区。画廊右下角可以，有音乐播放器，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音乐。关掉图片，请按键盘上下左右任意键。看图片。哦，看会是资讯。被帅伤。好，看图片。我是不是被捏到了？没有看过这个图片。看会是资讯。纸背都有背耶。看图片。按错了。看会是资讯。陈银 IS。我好像图片只看过第一张耶。糟。鬼娃。好的。看图片。我真的只看过第一章欸，怎么办？红玉，看图片，这个结局好像蛮好的，看起来啦。看会是图片，跳跳袋鼠，这名字也太可爱了吧！看图片，这应该是这是什么玩家投稿吗？看卫生资讯，小粉。好的，看图片。啊，那是前一阵子很流行的吧？电铃，看图片。哦，好可爱哦。看卫生资讯，玉琪，不专业电会，好，是专业吗？看图片。我每次都会按错。云，对不起，阴云好。好，看全哦，它还有全图跟部，这个好可爱哦。它还有全图跟部分，哦，有
没有，我看错了吗？哦，有啦，超可爱的。教会师资讯，防疫翻哦，好翻译好。看图片，欸，一直按错。教会师资讯 ，list， 好。看图片，很有 feel。欸，是一样的，投稿的两张。看图片，待完成之后更新。什么东西？会是资讯，阿贝尔。好，图片好多哦。看图片，哦，是手绘的啊，又按错了。看会是资讯，波奇面，什么？听起来很好吃。看图片，哎，这张超帅的耶！哈哈哈，熊野跟静玲，好，看会是资讯，蓝雨熙，好，看图片，啊，又按错了，会是资讯，啦啦，嗯，这是我第一次画自己的游戏角色啊，就这样啦，哈哈哈，干嘛？嗯，哦，好多。不要看，看图。其实听说就是一开始如果不逃的话，就会死掉。中途，这个有看过对不对？嗯，好。八成这个也有看过，所以目前第一个没有遇过的结局是。不是，目前没有破完的结局就是第一个，一堆分子结局，被杀死。哦，有，好，然后这里，对，超可怜的。哦，这边有人物哎。这边都是就是有的人物，然后这个是切换音乐的，啊，好多基本快乐结局幸福的双子，我觉得啊，不小心按到刺了啊，不要拿到特殊道具。那玩具房的小钥匙，拿到玩具房的小钥匙并使用，什么意思？听不太懂。作为你继续活下去，不要。所以总结局其实有五个，然后我们拿到的是这个，其实蛮好的啦。存在这个档吧，然后，哎，我退不回去哎。好，其实就这样子吧。我们只破了一个结局，还有另外四个结局。那，另外四个结局要什么时候？好，没关系，慢慢来。好，那今天把其中一个结局破出来了，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了。那今天为大家破出了五结局哦。现在是多元的社会，来救补的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先到这里。如果喜欢影片，可以点下方的订阅跟喜欢。如果有任何建议或者是想要对我们说的话，也可以留在下方的评论。那今天影片就先到这里，那我们下一个结局见，应该这么说，好，拜拜。